恭喜艾莎和小她4岁的男友钟明甫步入礼堂。17日，两人在台北举行婚宴，脸上充满幸福笑容，聊起对方更是甜蜜蜜呢。我跟他相处是非常自在、非常开心，然后很轻松，因为豆腐是个很爱开玩笑的人。然后我跟他相处3年了，跟他相处3年之后呢，4年吗？快4年。快4年，对。跟他相处很自在，然后他很喜欢烧菜，然后我。很爱吃现场记者哥哥也好奇爱吃老婆爱心料理的豆腐，不晓得喜欢艾莎的炒饭吗？炒饭，对啊，我觉得你们在挖洞给他跳对不对？我觉得我的中文突然有进步了哎呦，别欺负艾莎啦。不过既然都开启这个话题了，那就顺便聊聊生子计划好了。生几个小孩这就是缘分吧，就是我们也不知道未来的规划。其实我们先把今天的婚礼要办顺利办完，然后明天开始慢慢希望是可以有2个，也有个伴这样。在演艺圈拥有好人缘的艾莎与豆腐，伴郎伴娘一字排开时相当壮观。而前来婚礼的宾客呢，更是演艺圈从资深到新生代通通都有。出道的杨丞琳也亲自到场祝福，可是他一个箭步头也不回就快闪进入会场，是怕被催婚吗？